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出导弹？陈根将军，美国人能造出来，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少个脑子。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。所有参加我们这个工作的同志们，三年来都比我们家人有威胁。陈国令，不能干什么？不能到哪里去？陈国令，不能干什么？不能到哪里去？黄家川，不能干什么？不能到哪里去？黄家川，不能干什么？不能到哪里去？你笑不笑得猥琐？因为你在为国家铸造一把锋利的宝剑，这把宝剑在手，国家才会有尊严，人民才会有和平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要想我们不受欺负，那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你都把它搞出来。没有粮让菜，没有菜让树皮让树叶，必须的保证知识分子只要有一口吃的东西，也要保障他们。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开战，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。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。报告陈指挥，如果我们这次实验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反应，那用排除法的话另一个就是了。你先去医院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。连长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革命。天天五天天，年年复年年，千古飞天梦，何日上九天？三两幺，起爆！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，可它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，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， 去你妈的。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？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，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？所以就回答很干脆，我说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